汉·史泰龙是全世界电影界的标杆性巨星，史泰龙97岁的妈妈贾基·史泰龙更是一个传奇。近日，史泰龙妈妈贾基·史泰龙在社交平台上晒健身照，整容失败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假人一样。她接受采访时曾自曝为小自己30岁的老公做过全脸整容，从拉皮到填充前额，再到脸颊植入、鼻子整形等，几乎是做了个全套。不过岁月不饶人，整容后的她面目怪异，连她自己都承认整容失败，笑颜像是叼着核桃的怪老鼠。她还不时分享年轻时的旧照，20几岁时也是妥妥的美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